天灯呢，是由我们的这个的福星宫、花莲圣安宫、斗六星星宫、木人董事长哦，共同一起的，哦，来我们的，在我们的副市长呢，哦，这是我们今天第一盏的主灯，板桥慈惠宫，来大家抓好未？好，爱说一个吼，爱说一个吼，爱向着妈祖报对无？哦，来，待会邀请大家，我们天灯在释放的同时，也请现场各位观众朋友呢，一起用掌声哦，来恭送我们这一盏天灯，然后呢，带着大家满满的祈愿呢，一起上天哦。好，来准备现场倒数十秒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哎，还没准备好哦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释放天灯！祈愿北台妈祖法界全台二十六间参禅宫庙、天上圣庙，神威显赫，香火鼎盛，降魔神运，降雨应果，合掌灵顶，所求如意，万事大吉祥，掌声鼓励！今天北台湾妈祖化节凝聚了全台湾26间宫庙的妈祖呢，哦，来到这里，当然也要祭出我们屏西的特色，哦，用天灯，哦，来祈福了，哦，来，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的，哦，来请工作人员安排下一盏的天灯准备来释放。关省城隍庙的主委，现在我们许那种疫情早日消除，对不对，哦，所以呢，哎，要许愿赶快趁现在，哦，我们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。好，大家站好哦，先转一圈，趁现在我们共同来凝聚哦。我们希望这次的疫情可以早日消除，让我们台湾境内呢，大家都平平安安，而且呢，身体健康哦。更重要的是，哦，来准备倒数了是吧？好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倒数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，释放天灯，掌声鼓励。希望我们的疫情可以像这个天灯一样就被带走了，好，让大家今年呢，哦，所有的活动、所有的作息一切正常，在我们全台26间妈祖的这个赐福之下，哦，把这样的一个神威，哦，这样的一个信念，可以守护着我们台湾，哦。那接下来呢，准备释放第三盏的天灯了哈。好，这一盏天灯呢，是由金包里慈务宫的哦，这个天灯，我们也欢迎我们金包里慈务宫的游董事长哦，来莅临我们的天灯旁边哈，来准备来释放。哦，妈祖呢威灵显赫，可以让所有的这些哦龙凤善信呢共沐神恩哦。好，我们准备来倒数十秒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释放天灯！掌声鼓励！我希望今天呢有鼓掌的，有来看到这个盛况的，大家回去都很健康了哈。啊，不过在这边呢，也要呢呼吁大家，现在疫情加重的期间呢，我们还是呢要呢记得口罩不离身哦，随时要戴着哦，除非饮食啊。再度哈，哦，这个转圈圈哦，我们来恭送我们这一盏金包里慈务宫的天灯哈，哦，来大家呢赶快趁现在把你的希望哈，愿望来祈愿哈，哦，来共同倒数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释放天灯！哇，帅啊！掌声鼓励！哦，咱的胡主委哦，为着要天灯顺利升空，用了足侪力的哦，差点滑倒安尼。胡主委太认真了啦！哎呦，太帅啊，太帅啊！好，待会呢，我们继续后面还有几盏天灯要来释放，所以今天各位呢，哦，摄影大哥呢，哦，绝对呢都有好的画面可以呈现。请各位贵宾呢来继续哈，哦，来这个
执掌我们的天灯，准备呢来恭迎啊天灯起飞。哦，准备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倒数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释放天灯！来来来，哦哦哦！哇，掌声鼓励！大家知道，咱胡主委嘛是放天灯的好手啊，哎。天灯，来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释放天灯！来，掌声鼓励！是哦，是哦，祈求妈祖无生危险，然后庇佑大家哦，身体健康。好，来，我们准备来释放天灯。哎哦，很难得哦，请到我们的廖湘琳廖老师哦，一起呢来释放天灯哦。那么感谢咱的优工哦，咱的竹北天后宫小基隆福神宫哦。啊，这边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小基隆福神宫也就是我们北台妈祖化解的创始宫庙了哈。最早呢，哦，北台妈祖化解呢，就是由这个小基隆呢，哦，这个福神宫呢，哦，这个金面二妈要回娘家，阿姨后头住伫倒位咧，就是来咱的台北府城过去的228纪念公园内面。较早迄边有一个清代的这个古天后宫，哦，清代的台北府天后宫。那这个呢，是我们的哦金面二妈的娘家。后来因为日本时期流落到了小基隆，到三芝的福神宫去了，哦，对，所以呢，才有了后面的这一些要回娘家的历程。来，现在呢，邀请我们贵宾，好，一起呢来执掌天灯，准备来释放。来，大家一起倒数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释放天灯。喂，哦，掌声鼓励。是哦，是哦。感谢哦，感谢咱廖大师吼。是哦，好，来，我们邀请贵宾呢来共同释放天灯。好，下一盏天灯也请准备哈。好，来，好，大家一起倒数十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释放天灯，掌声鼓励。哦，这里有较紧哦。哦，照我刚飞咧。虾米？虾米啦？伙伴们，好，来一起合照。来，我们看前面。来，还有哪边？来，手机，赞不赞？来，妈祖我赞不赞？我发财了，有啦，是哦。好，主义工啊，多赚钱啊，有无？哦，身体要健康哦。唔通加班哦，这较重要哦。不加班啦。好，来哦，啊，什么物件？啊，股票400块。哎，今摆会当买是无？啊，今摆买400，紧来，大家听到吼，建设精密吼，要起400，紧来去买。
对，买到赚到，他即马紧的吼，紧入场。来，哎，拍好了吗？啊，哎，来宾，你在没？哎呦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释放天灯！呜！哦，我票气哦，发财哦！哎呦，希望呢，那个他的股票下礼拜就可以像这天灯一样一直冲了哈、哦。感谢建设精密工业的伙伴，谢谢。我们包起来吗？都拍了哈、哦，好，等天灯哈、哦，来啊，当然啦，这个呢天灯，因为呢是孔明发明的，所以叫孔明灯。那后来呢，我们的先民哈、哦、来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以前在平溪这里的先民呢，都是从这个福建惠安跟福建安溪来的哦。那因为呢，在这里呢，他们开垦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山匪、山贼。那后来呢，他们就在呢秋收之后就躲到山里面来哦，就是为了怕被人家抢劫嘛。那这一面呢，来准备要释放天灯哦。好，来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，释放天灯，欢迎掌声鼓励。来，后礼拜起两百点哦。是哦，是哦。哦，这条冲啊较紧哦。哦，这只冲很快哦，这只。啊，大家都赚钱哦。啊，身体要健康来。咱的主一直提醒讲身体健康啊。好，来拍好了吼、哦，嘿。咱主一较欢乐讲吼，身体无健康啊，身体若无健康，可能生理就无法度顺利啦吼、哦。但有了健康的身体，才能够有好的事业嘛吼、哦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祈求吼、哦，祈求咱妈祖保佑，会当保庇大家身体健康吼、哦，因为身体才是咱的这个万事之本安尼吼。哦好、哎、哟，准备啊哈！由嘉禾新哦，这个有限公司呢，兼董事长哦，率领的全体员工啊，一起呢，我、哦、来释放这盏天灯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释放天灯！呜！好、哎、来来来，吹嘞吹嘞吹嘞！掌声鼓励！哦，哎呦呀！好，来来哦，来第四颗天灯哦，来。天灯能够缓缓的升起，好，来，我想在升起的当中呢，我们就先来邀请我们第一位出场的歌星，安排好听的歌曲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掌声！恭喜天灯！谢谢！哇哦！呼！对，大家可以尖叫起来，尖叫声！呼！对，有吗？有哦！来，我们欢迎小曼带来好听的歌曲，掌声欢迎！谢谢我们的台光 K 亚洲朋友刚来，就是。圣经公恭喜哈，恭喜大家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。是的，啊，后一个是咱的关岗小林兄。好嘞，今晚来说来呀，这是咱的北港调天灯哦，咱的这天灯哦，准备好要来升空哦。
啊，嘛非常感谢咱邦德林宫的这个吼张干事委员吼，咱伫现场哦，安尼何宗林啊，何董事长好像来到现场。我们何宗林总干事哦，感谢哦，率领咱的新竹林员来到现场哦。